等一下，我从来没有跟人家翻脸过，还是怎么样，都没有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我一般就是因为不是我们真的很赶时间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可是你们也迟到啦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个我们看在瓜哥的面子上，我们想，我们想说把 ending 录完了。这样就这样子。干嘛这样子跪呢？是个问题嘛。好了，人家都这样子了，这样。那我们刚时间有一点时间，我们看瓜哥的面子，想说把 ending 做完，你又在那边闹脾气，很奇怪耶。今天道歉，对不起。拜托杨俊，你现在吵架时间在那边。不是这个问题，你干嘛要这样跪起来啦？哎呦，不是。现在徐若瑄已经来到摄影棚进行录影前的彩排工作，而同时之间，制作人仍然不放心的向欧弟做最后的情前教育。马上，我们精彩的演技大考验就要展开。欧弟想让徐若瑄生气离开台视的任务能够成功吗？请看，欢迎收看我们大家来跳舞，耶！好啊，这个单元呢是特别的企划，对，你看了我们旗海飘飘，象征的旗开得胜，是没有旗子是不能进场。你看，连我们的乐队也，key down，没有旗子是不能当乐队的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今天要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啊，他的武艺精湛。我听说他最近脚有点受伤，那张唱片出完之后要去开刀，可能休息几个月看不到他。这么严重？哎，因为呢，他非常仰慕这两位的舞蹈啊。哎，没有，瓜哥的舞蹈是蛮棒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Vivian 徐若瑄。哎呀！干嘛的？好香！好香！哎呀！哇哦！是不是？不败的恋人，不败的恋人啊！这个又我们今天是在跳舞吗？是的，这个单元叫大家来跳舞，学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学一下。Come some other music，Take it out，Take it out， 看两位啊，看两位 ，Check out， 放上腿，放大腿，大这位，大就大这位，大就大这位，大就大这位，看两位，看两位，大就大这位，上瘾了，上瘾了，我放两位。这么简单，一万块奖金等于送你了。这么复杂又滑稽的动作，有谁能马上学起来呢？但是没错，这正是欧弟演技大考验所使出的第一步招数。他要故意让徐若瑄学不起来，然后再借机找茬，给徐若瑄难看。送你了，对啊，太难了吧？这是什么啊？还给你，还给你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舞蹈的基动作就是口诀，来预备起。跨球啊，跨球啊，浪球啊，浪球啊，大夫球啊，大夫球，金金金，哎，开杯酒啊，开杯酒，不错不错，来游泳游泳，看那边，哎，就这么简单了，对，很简单呢，这样就一万块了，你看看多，对呀，真的很难，开始来吧，开始评审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跨龙龟，蹦大腿，跨龙龟，蹦大腿。这个来就拍一个难看难看，这个动作要很，你的表情跟你的肢体是要做的很大的结合，来我跳给你看啊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有没有看到？他来看一遍而已，把干热，来 One two three four， 来啊，蹦大腿，蹦了腿。不，瓜哥学那么多次不行了。对啊。三四五六。我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次好不好？哎呀，
因为我本来就跟自己说这个舞蹈很难，可是他说他很聪明。可是简单啊，我们都会啊。对啊，很简单，是他自己学不起来、啊。除非那个谁来跳就会跳了。对啊，不会，没有舞蹈基础都会的。那可能他比较笨。哎、欸，这基本的，我后面那段我还不知道他怎么学。对，后面还要学更久。怎么跳给观众朋友看？没关系啊，现在就是他跳，我们看给他几分嘛，后面再教后面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从这边接好了。好，我们再赶。欧弟的找茬公式已经初步看出成果，现在的徐若瑄隐约流露出受委屈的神色，但是距离让她离开台视还有一大段路，欧弟要如何继续演下去呢？现在我们开始验收前半段的五分了，来，预备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一二两次，这是第二次啊！哦，怎么那么笨哈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他记不起来啊，怎么？记不起来，很奇怪。要不然先等他练好，我们再进来录好了。可是我现在没有专心，真的很感冒，很热，感冒。不是，你要敬业啊。好啦。先练一下，练自己练了，自己练了。好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我记起来了，可以吗？我刚跳了。嗯，你是要赶时间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还有通告，你要赶快弄，不然我们弄不完了。好啊，来，我好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来。导播，对不起啊，耽误大家那么多时间。好，起来验收了啊！前面是五分了啊，我已经讲第八遍了啊。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你就是后面乱掉，你知道？就是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做错，没有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第二次的搞混。哎呦！哎呦！哪里有事的啊？哎呀！我紧张的时候就会打嗝。哎呦！我紧张会放屁。哎。刚刚已经很像了，我刚刚不是很像啊？你要完全跳出来嘛？你这样很不尊重我们台湾观众哦，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？早点我就排给你学嘛。那你有录影的时候才来，那你现在学不起来，从后面先。那你叫怎么办？你从后面开始跳了，男的。后面不可能，他学不起来的。估计男的会学。禁不住一再的被欧弟挑剔指责，单纯天真的徐若瑄一下子眼眶泛红，脸色苍白了起来。紧接着，欧弟要动用更狠的绝招，徐若瑄会巨鹿离开台视吗？欧弟能通过演技大考验的要求吗？前面那段就剪掉，不要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验收，后面那一段好。哎，对，不过那个比较难嘛。对，那个他刚刚前面表现非常好了。哎，所以要看后面的表现。我们看后面那一段好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跳一遍给他看，然后他知道。哎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the five six seven eight。这个两个八拍而已、啊，两三个八拍、啊。这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这个很难哎。这个也难啊。这很简单啊。来试试看。比刚刚那个还难。对，你刚刚说脚应该这样可以吗？哈。脚不太行哎。好了，我们给 Vivian 敬业的艺人来鼓励鼓励。掌声鼓励。来耶！你跟我一起跳了。好 ，one two three go。Got five six seven eight and。難しいこれ。かっこいい。
天才啊，我看就马上会了。对啊，我们都会啊。啊，最后验收了，看几分啊？我真的不会，我真的没办法，现在马上跳这个啦。怎么是劈腿飞吗？还是什么？你哪边不会？你这很笨，那么简单的舞怎么？不要这样讲。好。不是动作的问题，我觉得是。那你稍微做个样子就好了。我觉得是你做不到，还是你不想做，这是有很大差。我教那么多次，但还学不起来。你就教最后像白痴一样那边跳跳半天。女生啊，女生一样啦。我跟你讲，艺人站在台上就是艺人啦。你要脚痛啊。脚痛，我也脚痛，我脊椎还痛嘞，我屁股痛，我全身都痛。你敬业一点嘛，你会觉得你去日本发展回来就可以这样好不好？没有这样想啊。没慢工啊，你。我弟，我刚才是不好的，万一他真的发生什么意外，那就最简单的嘛，他是脚趾头哎，不是膝盖好不好？我是怕万一受伤，应该还好的。我们要赶时间呢。好，那 Vivian 有一个八拍，看像不像了啊？最简单的了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 ，One, Two, Three, Go。他开刀是那个地方啊，他开刀是那个地方。怎样？你要扭到了啦！你开刀是那个地方啊？由于欧弟的严苛要求，苏若瑄被迫做出高难度的动作，导致腿部扭伤。疼痛哭泣。然而，各位观众，实情真的是这样吗？徐若瑄真的有这么傻吗？真的这么容易被骗吗？答案是不。其实，今天的演技大考验，与其说是考验欧弟，不如说是考验徐若瑄。因为就在我们跟欧弟说完骗徐若瑄的方式之后，我们支开了欧弟，让他去棚里面唱歌给观众听。而在摄影棚休息室里面，我们则把欧弟所要进行的阴谋一五一十的泄露给徐若瑄知道。好了，录影了，就这样。原来他之前深情款款看我都是骗人的。我看他跟你交情很好，等你绝对不会怎样。哪有谁跟他有交情？你惨了，欧弟，我跟你讲，他说你很欣赏他，你死期到了，到了。也就是说，刚才欧弟的挑剔跟指责都在徐若瑄的意料当中，徐若瑄只是配合演戏，假装上当而已。而现在徐若瑄的受伤哭泣，当然也是演出来吓欧弟的。于是今天的大家来跳舞单元便形成了欧弟徐若瑄演技大对决的局面。假装受伤的徐若瑄会如何处置欧弟？想骗人却骗出问题的欧弟又会有什么遭遇呢？精彩内容请看。那就扭到了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点，快点，这玩笑不能开的了。他真的是受伤。是啊，那奇怪，我就跟你们讲，我脚受伤没有办法这样子，怎么可以让他们安排这种东西？等一下会怎样啦？你是怎样？干嘛？人已经受伤了，我脚没有办法。我不是故意的啊。你不知道我明天要开刀吗？大家都知道我明天要给你，可以。他们叫我整的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干嘛指针对我？你也是，你怎样？你可以整，适可而止，没听过。你可以整节目啊，为了节目嘛。你看玉林哥，都怪我好不好？不是都怪你啊，都怪我嘛。那我出去嘛。干你出去干嘛？怎样？那么接道德啊你。骂他一下，对呀，
一定骂我不敬业干什么？不听话。凶。从头开始都在演戏的徐若瑄，现在要到后台给欧弟难看，欧弟会有什么回应呢？你不知道我脚受伤吗？上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报纸都在写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单元这个整法是你想的吗？没有，他是好意啦，说他跟你很熟，跳舞你可以说脚痛可以跳，那我们就听他的意思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可以用别的方式，我一开始就想说我脚受伤，你还故意弄那么难的舞蹈。但我走了会不会？Vivian，我们不录了。不是啊，尾巴就是谢谢大家了，不然我没办法结束。你哥，对不起，我们。我把尾巴没办法收了。为什么你们交通稿之前都没有看见？不知道是要跳那么难的舞，不然我就穿布鞋了。没有，他想很搞。Vivian，你跟他很熟吗？对不对？那他好夸张哦。我知道，我刚刚看到了。不是你跟他本来就很熟嘛，对不对？不熟，我只有见过一次而已。那他说他跟你很熟，就没有，我没有跟他很熟，只有上次在别的节目见过他一次而已啊。也哭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啊。我们尾巴做个结束就好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做结束，好了，一起结束就好了，不要哭了。你再哭一会儿就考了，来，看我面子，好了，做结束就好，谢谢兵。然后后面多放两首他的歌就好了啊。胜一筹的演技让欧弟悲从中来，伤心落泪。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，原本欧弟的任务是要让徐若瑄离开台视，现在徐若瑄是真的要离开了，只是欧弟非但没有完成任务的喜悦，反而是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不要太哭了啦。你怎么跟瓜哥说我跟你很熟？我上次才见到你一次，我哪有跟你很熟啊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哎呀，欧弟喜欢开玩笑啦，他应该也不是乱讲。21岁还哭？那你管了？啊，那么多人面前这样哭什么？男生呢你？男生哭。人家这样笑你，你才甘愿这样子哦？21岁了哦。没关系，反正。好吧，来。反正我们把 ending 做完嘛。下次你的节目我不会再上了。我们就一个节目而已啦，反正瓜哥很多的。我们就倒霉。干嘛啦？录影？你要干嘛啦？对啊，这样你很满意哈？满意什么？看我在外面出球，你很满意了哈？哎，你那脚痛，你这样。我们要赶时间，你不录我走了。我本来是为了瓜哥才留下来录，为了瓜哥面子。那我走了啊，你们记录。我们真的赶时间，我们要录下一个节目。他这样子。要录就快点录，要不然录就赶快录。谁在那边哭啊？在人家面前很丢脸。是应该我要哭，不是你要哭哎、欸？是不是我在闹脾气，还是你在闹脾气哎、欸？太好笑了吧？你刚刚针对我怎么样？你整人家，你那脚痛，你还像扭伤。哎，Vivian，你先冲啥啦？荣耀不要录嘛。面对所有人的交相指责，脾气很拗的欧弟当场就耍机车，而徐若瑄也趁势离开现场，走出台视，硬是要给欧弟难看。那你要跟人家你走了，我们没想到他掉头走了。我们现在录尾巴怎么录啊？那现在我刚去拿他也不要。
然后讲，欧弟，你真的要跟人家抱歉，我就真的以为你熟，你跟人家不熟。我们你跟他鬼马鬼都等来吧，我尾巴怎么弄？以后少一个人上通告了。来来来来。去了去了，我陪你去了。人家已经带了走了，现场也不高兴了，整个唱片公司。因为刚我们下去找他，他也都不要。那就走掉了，你看整个人都走掉了，我以为他在化妆间呢。在大家的劝说之下，欧弟决定去跟徐若瑄道歉，挽留徐若瑄回来录影。但是徐若瑄会鸟他吗？为了顾全大局，欧弟又会做出什么石破天惊的事呢？等一下，我从来没有跟人家翻脸过，还是怎么样，都没有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我一般就是因为不是，我们真的很赶时间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可是你们也迟到啦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个我们看在瓜哥的面子上，我们想说把 ending 录完了。对不起啊，就这样子。干嘛这样子跪呢？是个问题嘛。好了，演人家都这样子了，这样。那我们刚时间。有一点时间，我们看瓜哥面子，想说把 ending 做完，你又要在那边闹脾气，很奇怪耶。今天道歉，对不起。拜托，拜托，龙哥。拜托杨俊，你现在吵架时间在那边。不是这个问题，你干嘛要这样跪起来啦？哎呦，不是这个问，这不是，哎，男生不要这样随便跪，不是这个问题嘛？你干嘛这样跪呢？我脚受伤，明年要开刀，大家都知道。我为了这开刀的事情，我几个月都不能工作。那我那边好。啊。你不用，你不用。干什么啦？问题啦。好了，我们去把这张录完好了啊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要去录了嘛，你干嘛这样子？欧弟惊天动地的一跪，让徐若瑄完全没辙，只好乖乖的回到摄影棚。很明显的，徐若瑄的演技绝对是胜过欧弟。想到能把自以为聪明的欧弟骗得团团转，徐若瑄不仅眉开眼笑了起来。真的很残忍，肯定没他下跪，真不好意思，像很难过，像非常难过。可是要就是你上去的时候，你再削他一顿，削他一顿就说，你终于终是在不上你通告，我告诉你，然后无视上去你再改正他。各位观众，随着徐若瑄回到摄影棚来，今天演技大考验的真相即将揭晓。眼尖的你有没有发现到刚才欧弟的哭好像有点做作，而他的跪似乎也是很不自然？莫非这当中透露着什么？难道欧弟也知道徐若瑄在演？到底今天是徐若瑄在耍欧弟，还是欧弟在耍徐若瑄？究竟是徐若瑄的演技好，还是